戏，六个人用身体拼字，第七个人猜，七个人轮流答题，每个字有一分钟的挑战时间，没有猜出则换人。七个人全部被换下之前需要答对十题，否则任务失败。如果你们完成的话，可以获得让牡丹花盛开的第一个元素黄金土。黄金土，一个人在上面看，然后每个人是一个笔划。什么叫笔划？是一个笔划。笔划。我只能做短一点点的笔划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去先换衣服。组撤浮台，撤浮台，撤浮台，准备拉住一下我的身体好吗？这个水深有多少？水深1.2米，正好王祖蓝的身高。我看到下面是那个，我哪止1.2米啊？而且水巨冰，真假的？好紧张，来吧，来吧。士兵。请上字。计时开始。快士兵，请上字。计时开始。我这么低啊！士兵，请上字。计时开始。哇！
你我他。计时开始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来四个人就够了。你们四个人，我们俩在中间摆十字。对，你们俩摆十字，我摆。对。这再猜不到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时间到，请上字，计时开始。来，别着急，来，停了，停了。一个人转一圈，然后这样，停了。不，哇，怎么中间一个人转的圈啊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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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到。喂。士兵，请上字。计时开始。哎，这个好看。谁比？谁先三个点，然后我跟陈赫去摆。那这样，好，三个点，我来三个点摆。好，第一，我三个点。三点水，你们去女。三点水，快点下边的。What？你骗我。三点水一个好人，你认识那个字吗？三点水一个女人。Yeah， 主。这里第一个，快，不不不不，输，给他做一个这个，他就明白了。来来来，你来，超你来。对，不行，走开。凹凸不平。士兵，请上字。计时开始。那个，我底下那个，中间的横，横，你应该做两个，你这样横过来再做一个。然后呢？快点的。不用你，什么东西啊？不用你，不用我，不用我。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完美的跳出来啊！你一定是，你看，我翻过来，吉祥，我翻过来。接下来我们出一个两个字的词语，如果他猜出来的话，我们算答对三个。
可以的，相信你。计时开始。Oh!
时开始。我会送你们牡丹花开花的第一个元素黄金土，将它倒上去会产生神奇的效果。瑞丽，